然后什么感恩节我也狂吃，是过年就吃的很少。好、OK， 没关系，我们这边还有专家，这个资深的营养师谢一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宝宝？我裤打开来。哎，你裤子打开来。为什么拉链打开来？我已经想说我想说我不能看他，你好担心。不是我特别为你打开的，你干嘛跟别人讲呢？对不对？有，我有看到最后一眼，是整个开始，然后先开始还跟我讲说，然后修订怎么样？我也看到，没所谓，当没看到。因为结婚后我没办法控制他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打过来的。哇，是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介绍这个资深营养师，刚发生那种情形，对我们的人生会有营养吗？是我现在在跟宝妈还很年轻，还想谈恋爱的感觉，真的很后悔。宝妈怎么第一个朝这边看你？手臂都红了。别地方不看，你看我裤裆干嘛？宝妈也太明显。我们先跳过腊肉跟香肠，我们来。